自古以来啊，其实人类的大便、尿尿，各式各样啦，物种的大便、尿尿，其实都是很有用的。你不要以为像现在我们可能在这个现代化社会，所以你就叫废物排掉。但以前农业社会啊，从以前到现在，到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很多地方对于这个大便，各式各样的大便，其实是当成宝物一样。像比方说，还是有地方，我去过像非洲或是内地有些地方，它的大便还是拿来浇菜，有没有人类的大便？然后像有些地方是大象的粪便，可以拿来也可以拿来萃取出来做出一些产品。然后像我之前去像那个寮国，牛的大便牛粪，它可以做什么？牛粪汤哦，那个是年度大菜哦，还不是随便你吃说吃就吃得到，一头牛只能煮一锅汤而已。然后像之前什么蝙蝠粪哦，有人出生入死为了蝙蝠粪，然后可以上山下海，然后进到洞里面去爬挖那个粪那个蝙蝠大便。这一次我们就要来找这个最贵的大便，史上最贵大便哦，它真的是黄金。到底是什么样的黄金可以这么贵？它不就是大便吗？到底是谁的大便？去看看它就知道。走，来来，阿爸干爸，阿爸干爸，来来来来，大哥，爸爸来来，这位呢，听说就是他手上拥有一堆史上最贵的大便，该不会是他自己的吧？yang berbakteri aja dihitung itu yang diambil itu yang digunakan untuk membasmi gitu。蛇的大便收集起来还要去实验室检查，这么奇妙！你们这个是什么样的蛇的大便 ？Ular yang hanya jenis dari ular sawah。收蟒蛇的大便啊，所以其他那个有毒的眼镜蛇啊，什么什么金刚眼镜蛇或什么其他蛇的大便不收。Kotoran seperti ada parasitnya seperti China。虾米，竟然只有蟒蛇的便便可以用，到底是要用来干嘛呢？让我们进到蟒蛇宿舍去一探究竟啊！哇，这个蛇现在这样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什么样蛇，跟我们一般看的那个蛇大小是一样。然后，哇，进来以后啊，好奇怪的味道，这个奇怪不是像我之前去人家养蛇的那种这种那个笼子里面啊，或者养蛇的地方会有那个蛇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药味，我不会讲一个药味跟一个酸酸的味道。然后这里面哪里没有蟒蛇？空的，空。哦，有味，有味，你看，好大一个哦！有没有泡在水里面？下面这边有鱼，有没有？好大哦，泡在水里面。不是每一个笼子都有，你没感觉？工作人员，来来来，阿巴嘎巴，阿巴嘎巴，来，你现在这是在干嘛？帮我们洗澡是不是？那你现在在干嘛？今天lagi bersihkan kandang lalu dipindahkan ke atas。然后我们现在在清洗那个蛇笼。ini setiap satu kotak ini satu ekor。那还不是我看过最大的那个蟒蛇。OK， 我把它拉出来给你看看。你是会怕是不是？哪个？哦，没有，是不是？他刚才丢毒了一下，我想说他是不是会怕？哇，他这个拉出来的时候，包括什么药味好重。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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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呦，吓了一跳！你看，他这个，哦哦，哎，他这样子。可以，有看到，有稍微看到，它真的算是蛮活泼的，因为一般蛇出来以后，它会一直想往里面暗的地方钻。你看它会，它会往这边看。其实以蟒蛇来讲，它算是蛮活泼的。它这次大概几岁了？今年kira-kira berapa tahun pak？ini sekitar 5 tahun 5岁啊。那现在这样子，你刚才是说你要换笼子是不是？ Yeah, yang ini mau dipindahkan ke atas。要从这一笼换到这一笼。那好，那怎么换？我帮你。老板，gimana anu dia bantu pak？ 啊，对呀。先把这打开，对不对？这个我可以帮你。剩下的我不确定。OK，
这样仪容到底是为什么？是只是因为清洁的关系吗？对呀，我们洗干净了，把它搞脏了。对呀，就是要清洁，就是要清洁。好，先拿开就好，是不是？那接下来，他盖这样子啊，好。他这样子叫我请，是不是？那这个哇，这边呢？你爷爷，我看伤了。他是在不爽是不是？因为他是马来嘛。对啊，因为大家把那你马来东西呢？哦，他一直生气的，一直在生气了。不行哦，不能一直生气哦。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感觉得出来舍他换农，他不愿意换农，然后他就一直要么就退，要么就是一直躲，有没有？小心。是这样在换笼的，他把头唰甩进去，因为蛇自己会爬嘛。这里自行培育了400多条蛇，每一只蟒蛇都有编号，还有专人照顾。平时会喂冷冻鸡肉以及老鼠，并随时保持环境整洁，不然蛇也是会生病的。这么高纲，一切都是为了它的大便。清理好这个笼子以后啊，接下来。铲屎官要出动了，铲屎大队，来，哪一笼是有大便的？两个架的呢？哦，这边这个有。哦，这一笼有。Hello， 谁啊？你对。哇塞！哇塞！我第一次看到蛇的大便呢。我的妈！我形容给你听哦，黑黑一坨一坨，就跟大便一样。废话，它不就是大便吗？它那个蛇大便，来，这可以，这笼子可以打开吗？挡上这块，挡上那块。反正不是毒蛇，其实基本上我是也不会太害怕，因为蟒蛇不太会攻击的。你看哦，首度呈现蛇的大便长什么样子。好，我们把这个搬开，这个水，门关了，门关了，把水也搬开啦，烤冻了，哇，好，给你看，蛇的大便就长这个样子，哒哒哒哒，看到了没有？像不像狗大便？一块一块，一叠一叠一叠，我铲出来给你看哦。哇，我第一次看到蛇消化完东西以后长的样子。我先铲一小块给你看，是不是？不像狗大便，它这个大便是大概这样的量，大概是多久？你要看它刚刚猫最主要是干的，它跟我咪咪干的。7到10天大便一次，因为我懂，因为之前大概蛇。也都是3-5天，其实喂食一次，它可能刚好消化一个礼拜以后，就差不多出来是这样。这里一天约可以收集10公斤的便便，每一只不同蟒蛇的大便还要清楚记录收集的时间，以便实验室做分析。真的是把大便当黄金呐！结果你们这样收集一袋大便之后呢？接下来你们这个收集大便到底是要干嘛的 ？Ini bisa dilihat di dalam laboratorium。啊，他们要带，现在是要取那个灭鼠药，做灭鼠药啊，把大便做成灭鼠药，哇，这太特别了，是灭什么家里的那种老鼠是不是？还是灭哪里的老鼠 ？Ini yang jenis ini kita buat untuk perkebunan sawit。哦，主要是那个棕榈树里面的那个老鼠。Paling banyak pesanan di perkebunan sawit。田鼠。感觉是那种田鼠大的那种吗？也不算，也不算大的，对，果然像田鼠苗在比这样大小的，所以它这个主要是否田鼠，它一般其他的老鼠哎，也都可以。比萨，你不是说话比萨？也可以。蛇大便可以灭鼠哎，太厉害了，太奇特了。哇塞，蟒蛇的大便可以灭鼠，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里标榜环保无化学成分的灭鼠药，还要利用专业的仪器将蟒蛇大便里的细菌分解出来做成饲料。来，脱下裤子，这边躺好哈，马上就来了。不是啦，这边就是这个园区里面的实验室，然后收集到的大便呢，就是。直接拿过来就。帮忙他这是什么？今天摆的。哎呀，水。水，就是水而已。加，加一点点水。然后揉一揉。啊，揉一揉。哦，咦。哎呦。
哦，这一楼那个大便味道，你闻，大便味道就全出来了。好 ，OK。哦 ，OK。那接下来这个是要干嘛？它的液体包括大便。哦，取这个一点点塞嘴，然后 ，OK。哎呦，还要放到晒布片上面啊？哦，放到那个晒布片上面，要加水，然后稀释以后，就其实跟我们以前最基本在国中的时候上一些化学课啊，他们有没有就是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加水，然后稀释以后，然后你这样抹在你的晒布片，然后盖布片盖上去，然后用这个显微镜看一下里面的状况。看不出东西了，他还在调整，他还在调整，没关系。哎，有没有看到？哎，哎呦，哇！好的，这些都是这些是水珠还是是菌？一个一百，还有一个。Ini sarcosis sinoparensis。哦，那个就是菌。你看这个一滴一滴的，我刚才讲说这是水珠，它这个就是菌。对呀。耶。就是那个。sarcosis sinoparensis。所以它大便里面只取这个一圈一圈的这种菌，全部这种一圈一圈一圈里面有的，像这种就不是，这种白的就不是，有没有？那这样子是每一批大便进来你都要看过一次？耶。Kalau kita ada sarcosis sinoparensisnya, baru kita panen. Kalau misalkan ini tidak ada, kita buang. 来自德国的教授原本在泰国做研究，发现蟒蛇的大便里面含有特殊的细菌，可以杀死老鼠。后来知道苏门答腊蟒蛇特别多，于是就在这里设点，结合面粉、椰子油、白糖、玉米、维他命 E 做成饲料。最后将蟒蛇浓缩便便液滴进去，每一滴里面就含有超过200,000个细菌，保证老鼠吃了死翘翘。该不会是被臭死的吧？你看，它整个做好就是这样子，一大包完整，然后里面全部一颗一颗都是已经完成。它这样子你们卖就是这样一包一包卖，是不是？satu bungkus seribu dan satu kilo。哦。这一包里面有1000颗啊，那这样一包，应该说一条蛇的大便啊，像我们刚才清出来那样大便，它可以做多少颗？bisa untuk satu kotoran itu bisa untuk 30 kilo， 30-50 kilo。哇，我以为是30-50颗哎，它这样一袋大便就可以做30公斤到50公斤的这个灭鼠药哎。那这样你们卖是怎么卖？它叫satu pellet。Satu pellet ini Rp750. 这样一包就1700块。50 kilo， 50 kilo 所以呢，一袋的大便呢能做50包的这个。一袋大便能做50包？等下，1700乘以50，怎么样？17000乘以5，75×35，8万5哎！哇塞！这一袋大便有85000的价值啊！这样子就比麝香猫贵多喽。这一袋多重？有没有100克？50公克的大便要卖你台币85000啊！好贵哦！这个是加了水哦。我们刚才那个拿起来一坨一坨是没加水的哦。哇，好贵的大便啊！这一袋拿走，那几个月的薪水就没了。哇，好可怕哦！哎，这个环保归环保，它的价值真的不菲。一包1公斤的灭鼠药可以使用在30,000平方公尺的农地，目前卖给加里曼丹及苏拉威西种植棕榈树的农家，还分为原味、香草、凤梨、花生、咸鱼等等口味，迎合各种老鼠不同的爱好。这全球唯一环保抗鼠害的工厂，果然是创意无限，商机无限呐！耶，你看，วันนี้จะพาไปหาของอร่อยของมีพิษด้วยนะ。妈妈。你带我找美食，可是这片一片荒芜呢，是要找什么吃？ก็เอาอันนี้ไปขุดหาของอร่อยให้เจอ。好的东西在地下，它是多大只啊？帮忙，这么长，这么粗，是什么？土豪粉。
眼镜蛇，妈妈叫我们两个去抓，其实我跟你，可我不需要穿什么防护措施吗？你们都放开来了，麦当，有他在，你放心，有你咬的话，他会带你去找医生。我去找医生。妈妈，你开什么玩笑啊？要看医生，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不用你费心啦。问题是抓眼镜蛇呢，而且还是野生的，野生的很毒呢。你是有没有把握啊？我可是先说哦，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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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怕蛇，好吗？别看我壮得跟头牛一样，咱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根本就是老弱妇孺的代表。这么危险的事情，是不是要请村子里的男丁哈？妈妈，不要啦！哎呦，你不要冲动啦！这是要长什么样子啊？一个洞了，他说。哦。这个所以这个洞啊，是他自己蛇自己去挖的吗？自己钻进去的吗？挪们他们就是他们给他们给蛇把老鼠吃了以后就占领了这个洞。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刚刚在一路上其实有看到很多开始了很多洞。妈妈我开始挖了。妈妈我需要站在哪个方向比较安全啊？有东西了啦，你站在后面就好了。妈妈真的是连手套都没戴，通常要挖多深 才会看到啊？我在那里就挖得没有就挖得要挖这么深才会看到那个蛇啊！哎，妈妈，你直接用手这样子好吗？门泥被太入我们家，门泥被。习惯了。妈妈是十多年，所以妈妈你都从来都没有被咬过吗？没蛇，从来没被咬过。蛇皮，这是一个踪迹。看到蛇是一块幽影蛇。你都看到蛇脱皮就有蛇，对不对？我也知道啊，可是紧张的就在于是说，你知道它会在，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呀、啊，很恐怖哎！你们自己看，这个蛇皮有多长啊？算了，我起鸡皮疙瘩。你看，这么长，跟我一样，差不多180哦，这条蛇，不高哎。这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咱们才不过走了一小段路，旁边的村民就捡到那么长一段蛇皮。看来这里真的是眼镜蛇出没的地盘。不过老实说，阿法我还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眼镜蛇居然是生活在田埂之中。我说这里的农夫会不会太辛苦了点啊？只是种个稻，怎么还得冒着生命危险啊？现在啊，因为那个洞啊要挖到1公尺或2公尺深，妈妈累了，所以请那个她老公帮忙挖洞。对，所以他们就是蛇蝎夫妻，好厉害哟、哦，妈妈。难怪常听人家说蛇鼠一窝，原来是这样的典故。不过捕蛇达人果然名不虚传，一到现场，妈妈立刻用她锐利的眼神开始搜寻蛇洞。据说因为现在算是泰国的冬季，大部分的蛇都躲起来冬眠，所以只要有洞就一定有蛇。而且大姐还说，要是3、4、5月旱季来临的话，那才精彩，连洞都不用找，眼镜蛇它自己就会来找你报道的哦。蛮大只的，我刚看到它的粗细有这样子哦。在动了很大只哎，哇，比我之前啊在越南看到的还要大只，而且哇，我在越南的时候啊，那个是养殖的，对，哇，
走。我说大哥大姐，你们会不会太强了点啊？挖的可是剧毒的眼镜蛇，怎么好像是挖地瓜一样轻松惬意？而且随便拉出来的，就几乎是一个人高的眼镜蛇。但是妈妈却是一点都不在意哦，好像手上拎着只是一条绳子。嗯，阿内干爹哦。来啊，来啊，好快！我现在觉得全身好痒哦。阿爸，手滚，手滚。我上哪？手滚，手滚。阿爸，你小心给他自己弄。阿爸，嗨嗨嗨，阿爸，滚个手，嗨嗨。阿妈给你。阿妈给盖，靠近一点，大家。我靠近一点。来来来，阿爸捏捏。靠近一点，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们这边太热，手边呢，脚干涸。啊，你直立起来的。อันนี้มันก็จะเริ่มมาตัวฟันนี่เป็นมูตัวเมียนะมูเดอร์ว้าวเฮ้ยเมสมาม่า你们没有风景呢它的尾巴还在外面呢我给你们我腻了哇这更大只而且这个比刚刚那一只还要黑耶它本来的没事妈妈那这只呢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都没看过你的，不是母的。妈妈，为什么他可以笑这么开心？我不懂啊！啊，妮妮，太神马屁啊！啊，饿的话，刚才不是不是，no。哦，他说我们动作不要太大了，因为不要动作不大的话，就不会有那个攻击性。因为形象，我们刚刚不是看，我们是看眼镜蛇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他就是很正常、很平稳的，有没有？在这边这样子蠕动而已。妈妈就说啊，所以就动作就是放手。奇怪了吼，这野生的眼镜蛇也太温驯了吧，丝毫没有反抗的迹象。听妈妈说，那是因为现在是冬眠期，蛇的活动力下降才能手到擒来。但是对于眼镜蛇的习性，还是要有相当的了解，才不会被攻击。至于要怎么样确认它们是眼镜蛇呢？很简单，就是和一 key 派啦。哦哦，你没有看到？你看，你看，它就真的这样子张开来了，有没有看到？是这样子张开的，就完全就是眼镜蛇。大哥，你都不会？请他们向那边好不好？大哥，大哥，你不会害怕吗？啊，习惯了。所以，所以他这样子张开，代表是他已经生气了吗？但是没关系，大哥，我已经看到了他生气了啊，我们就不要再激怒他了啊。吓死人哦！还好阿法我怕死，闪得快。不过当地人可是爱他们爱得要死，因为要知道眼镜蛇全身上下都是宝，也由于在泰国的数量众多，抓眼镜蛇更成为很多当地人的谋生工作喽。还要取个蛇毒，取蛇毒。但是要怎么取？慢，就是把他的嘴巴给打开。慢动点。哇，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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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妈妈，那个就是蛇毒吗？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不是会吃那些燕窝什么的，这算毒吗，妈妈？可以千万别小看这么一滴滴的蛇毒，可是能轻易让五六个人致命。但是运用得当，它也能在医学上拯救人命。不过大哥也一再的强调，取蛇毒的时候手上千万不能有伤口，否则要是不小心接触到，珍贵的蛇毒瞬间就会变成人间凶器。你看，蛇肉也做得像这样子碎肉的感觉。好，我先吃这个好不好？肉，先吃一点点肉。是 Q 的，妈妈，那个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啊，你跟男吧，啊，你跟男。你看这个蛇皮，它很像鱼皮，是不是一样 Q 呢？哎，没有哎，它很像牛筋，是有那个脆度跟那个拉扯感。嗯，是，这是什么，妈妈？大部。这是肝，妈妈在吃这个蛇肝有什么作用吗？好嘞，妈。
比较有味道。哎呦，我现在多希望这个蛇干呢、啊，辣一点，那个味道啊、哦！来来来来来，我想一下，它有一点点腥味，可是带点咸，所以吃起来其实有点像咸鱼。我现在需要配其他的东西让它综合，就这样。哦，这个蛇干厉害的，喜欢吃内脏的朋友应该会喜欢这个味道。而且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无论蛇肉、蛇肝、蛇毒、蛇皮等等，几乎整只蛇都有用处。里面甚至还提到，蛇能治半身枯死、手足脏腑兼重疾。至于是不是真的那么有神效，我们还是持保留态度啦。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